Hello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中国 boy。那么今天的话呢，我们来玩这个 Ben and Ed 啊。那么这种带狗粮的关卡，我们决定了就是不玩它，是吧？太难了。然后的话呢，这个激光的这些关卡，我终于是过了，超级难的啊。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啊，这个15关，你看没有罐头啊？啊，算了，没有罐头就没有罐头嘛，对不对？我又不需要这个罐头，怎么连背景音乐都没有啦？还有圣诞节之后你带来一个圣诞帽是什么意思？哒哒哒哒哒 ，Yeah， welcome the superhero Ed。好，总共就3个检查点，就过了一个了是吗 ？What？ 我不看不懂啊，这是干嘛嘞？啦。哇哦哇哦哇哦，你怎么不跟我早点说会有一个这样的大机器升上来呢？对不对？你应该早点告诉我的。这个东西有什么难的啊？这个东西有什么难的啦？就问你们。哎，真是的，我为什么要跳到这个地方来啊？我跳到这边才能过去吗？我应该怎么走啊？我把头丢过去吗？还是上面有个检查点？上面有个检查点啊？这什么垃圾游戏啊？哎，等等等等，不要进去是吧？这上面写了一个不要进去。我的，我要爬上去吗？这怎么可能上去呢？啊，这是怎么可能上去呢？我把我头丢上去，我头都丢不上去啊！你在开玩笑的咯？那我现在怎么办？这个东西又不会升上去。哎，我进来了，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？他按刚刚啊，看到我就吓死了是吗？我要按一下这个按钮啊！别，哇哇哇！我怎么就跳不上去了？啊！我是跳不上去吗？我现在应该怎么办？我怎么就出不去了？我都，我按了，哇哦 ，so what？ 我按了这个东西了，之后呢？我要出去啊！你让我出去噻！好，我出来了，我的尸体呢？我刚把我尸体放在哪儿了？完了，尸体可能没了。哦，按了这个东西，这个玩意就会动了是吗？哦，原来如此，这样就有好说了嘛，这样就说得过去了嘛。哎呦我的天！哈，抓紧时间啊！呜，好来了，我上来了，我上来了。然后呢？我不是应该去到一个检？哎呦我的天！别这样好吗？哈，我这个地方就这么一点高度，你告诉我跳不上去？哎呀，我又下来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来！哦，它是一节比一节高的是吗？哎，我这边还是上不去啊！哇，咋拉狗了？是不是还有一个门？我是干嘛？我直接可以把头甩到这个上面了，好吧？哈耶！
虽然不是一个完整的脑壳，但是我还是上来了呢。好，我现在来到这了，我现在又要去哪儿？不是应该还有一个开关吗？之类的，是不是？咦，这什么垃圾游戏？都不告诉我怎么玩？哎，在那儿。哎呀，头掉了。哎呀，我勒个去！我，哎呦，我站在这里好吧，我站在这里丢进去啊。嘿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呀呀呀呀呀，差那么一丢丢了啊！我再下来啊。我在想啊，你们看啊，其实这边离那边其实应该挺近的吧？如果说我能这样子把头给丢过去的，虽然可能性不是很大，哇、哦，好吧，我还是不要做白日做梦了，我觉得，嗯，哎呦我，哎呦妈妈，你说他们要是这样一棒子把我打到笨那个地方，我是不是就赢了？机智如我啊！哟，为什么之前一次就丢进去了，现在又不行？哇哇！我站到那个上面了，这下面是酸水，好吧？粗线吧，哎，好像不是这边哈、哦。啊，腿断了就断了。哎呦，又高了手。哎，我怎么又下来了？我神经病啊我！好难扔哦，怎么那么难扔哦？哎，好，我又进来了。哎，去死吧你！哎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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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yes， 好，我现在又出去啊。这边这个又可以上下移动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挺好的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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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哎呀，哈哈哈哈，手掉了啊，无所谓的。我要找，哎，那平台怎么不过来嘞？刚，哇，你就在那边动，那抠门啊！那我过来了，哎，好烦啊他！哎，好，我上来了，上来了，我在这个地方稍微研究一下该怎么走，那个检查点在哪儿？你给我看一眼呗！啊！我想一次性成功的，哎呀，没有跳上去，哎，好，哎，嘿嘿，好好好好，我只能到这个台子那个地方吗？那个台子上不去吗？哦，我可以走那个台子吗？这个会动的这个，哎呦，哎呦，我看不到检查点呀，还是不行吗？好，他要过来了。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就是这！哎呀，我的天！咦呀！哎呦哇！点子太背了！哎哎哎哎哈！你就让我看一下上面的世界可以吗？好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哈哈！哎呀！好，我终于跳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了，现在。然后我就是要把头给，这真的要一次成功啊！我好不容易才上到这个地方来的，我站到这个地方可以丢上去吗？我觉得应该是可以丢上去的吧。God bless me。好，来了，马上就到了，马上就到那个门了啊！走，哎呦，我就知道没那么容易。没有关系啊，我找一下我尸体那一边。嘿，只要我尸体还在，我就可以继续丢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但是前提是我头也要在啊，这两样东西是缺一不可的。
好，就是现在，耶！垃圾玩意儿，又被我吓到了。No。Yes， 我又开开了。我要从这里出去，这一次我不管，我不想从那个下面再上来。我要从这里出去。哎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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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要做的是跳到这一边，然后，哇，那个。这个东西怎么离这边那么远啊？我必须上去，赶紧下来！哇！好，我先站在这个地方研究一下，这个地方的地形是什么样子的？还或者说我直接到那个检查点行吗？我要通过跳跳跳的方式，我还是想扔头哎，我这样厚颜无耻之人。耶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这是最后一个检查点，我现在该去哪儿？对吧？你现在给我一个提示，我该去哪儿啊？哇！我居然。我就这样穿上来了 ，amazing！ 哦啊 ！No！ 我觉得那是一次特别宝贵的机会，就这样被我浪费掉了。哎，没事，半拉子身，这还能跳是吧？哎呀，我就不应该说这种话的。哎呦，完了，只是一头，身体在那一刹那之间掉了下去，有一个超级大的菜，我待在那个地方应该跳哪儿？继续往前走是吧？然后来到这儿，来，再上来。哦，什么玩意儿？激光！哇！最上面一层还有激光，我的妈呀！烦死了，这个算是 boss 吧？哎，丝毫不能喘息啊！我跟你说，啊，我跟你拼了！啊，这就是老巢了吗 ？Yes， 我把这个东西打掉了。Yes， 掌声！你给个桥呀！哇，我怎么过去？不是，对我打掉了。哦，桥来了是吗？哼，好不容易啊！啊呀，这个上面应该没有什么陷阱了吧？Ben， 我能不能抢在他前面一步啊？我在想 ，Continue，Yeah， 打完一个 Boss 之后的这一关应该是比较简单的，在我印象当中啊，我来看一下，好多独木桥。这种桥都是一次性的，是吗？我该往哪边走啊？哦，走这边。
耶、yeah! 哦这边还是可以走是吗？哎呦我的天，我还好那个牛逼没有吹出来，我本来想跟你们说你看啊，我现在是吧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之后，现在这个技术啊真的是如火纯青了，对不对？哎呀我这是，哎呀我卡在这个上面了，妈呀救命啊，我要再回去这边吗？还有一些罐头没有捡。哎，我不过来了，我不过来了，我又不打那些困难的关卡，我才不要解锁那些东西呢。哼！哎呀，小小的一个斜坡，我居然没有跳过去。看到没有？闭着眼睛过关，这地方是不能停留的啊！一停留就容易出差错。哇，怎么掉下来了？就是个垃圾地方，我居然……哎，检查点，你看，现在玩这些关卡多么的简单，哎呀！我每次说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就差不多就死了。哇，二连击啊！那我爬过去好吗？不要欺负残疾人，我爬过去。哼！哎呀，拿上我的头继续走。哎呦！完了，跳不起来了。现在我连头，我自己的头都没办法拿下来。哎呦，哎呀！没有这些锤子，我们还是好朋友，真的。哇，什么声音啊？咯了咯了。好了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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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哇！这地方，呜呜呜呜！看到没有，眼睛都不眨一下的就过了，哼，没有。你知道我下一句话是什么吗？没有吹牛逼的成分，然后我就被炸了。没，那上面有罐头，我不拿。哎呦！我这样等一等，没有锤子了吗？前面这个小刀片好是吧？哇哈哈！我那边走摄像师走的那个地方，我那边走他这个地方，我试一试啊。他要从这边来，哎呀，他那个地方是虚无的。哟哟。Yo, motherfucker! Yo, yo, bitch! 哎呀，还好啊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我在这个地方先躺一会儿吧，我觉得。哎呦，我这样一蹲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招式啊，非常的风骚哦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哎呀，啊！Ben, I'm coming for ya!这少了三个罐头，你看这个技术比以前是不是牛逼多了？真的 ，Yeah， 十七关是玩什么？我们继续下去吧，要继续下去吧，继续下去吧。27个，4个检查点。Wow， this fucking music！ 哇，这锤子怎么还帮我打路啦？上一次有这种悲伤的音乐的时候是哪一关来着？我忘了都。我操！哎呦，我是要，他也不是按照这个音乐的踩点来的。
哦，我都给你记得比较清楚了，现在，耶，哇哦！哎呀，我本来想从装一个 B 从中间走的，失败了呢。哇哇，这怎么那么大条缝？真的要装逼了这一次。哇嘞个擦！一锤子回过来，路都没了。哎呀！这关还看着挺简单的说，这样子啊？来，我来，我就只能拿头头丢走这边喽，好吧？Not big deal, not big deal, motherfucker. 我这就滚下来了。我等一等。哦耶！这个地方只需要一个头就行了吗？重生一下。后面拿一个罐头，再到前面那一栏，哇，缝隙有些大啊，其他都还好。哎呀，又是这个缝，欺负残疾人啦！欺负残疾人啦！哎，嘿嘿，哎呀，哎呀！我都被你砍得够惨了，这个速度好快啊！哎呀，卡到缝里了。Yes！ 哇，那个操！我没有跳过去，就是因为一只腿的原因吗？你们太欺负残疾人了。那我这一次一个非常完整的身体过来了，耶！怎么我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你都没有跟我说有个大锤要过来？哇，还好我反应快！哎呦呦呦呦呦！What the hell？ 啊，我得缓一缓，我得缓一缓。你这地方放一个罐头什么意思啊？要让我舍命取罐头吗？哎，缓一下。哼，我不能那么着急了。又来这种关卡。开始找准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哎，耶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我按一下这个东西会怎么样？哎，就过去吗？呵 ，What the？ 哦，好奇怪的音效啊！我怎么过去的？啊，我来了 ，Ben， 我看见 Ben 了，但是你这个柱子还是没有倒啊，你把这个东西砸掉了有卵用啊你？哦，我要是要慢慢的下去啊，我怎么过到那边啊？
好奇怪的关啊！哦，我直接，哎，我跳过了那个，我直接来到这边了。会不会有一些大锤什么的？没有好吗 ？Ben！你看现在的小人都是特别完整了，对不对 ？Yeah！ 还有几关啊？十八、二十二、一二三、二十四、十八、二十二、一二三，没有二十四。哦，这个游戏我们估计再做两期。是吧，就全部打完了啊。那么如果说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，不妨点一个顶，或者是关注一下我的频道，新浪微博都是可以的。那么就下期再见咯，拜拜。